来，哎，报告委员会现在继续开会，进行讨论事项，请宣读。讨论事项本日部分：一、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国家安全法》第二条之二、第五条之一及第五条之二条文修正草案。审查本院委员叶宜津等23人依据《国家安全法》增订第二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宣读完毕。现在进行介绍列席官员哈。第一位内政部陈纯进政务次长，第二位警政署蔡进章副署长。第三位移民署国境大队林新春大队长。第四位国际执行及事务组杨文凯专门委员。那行政院陈永志参议。那国防部政战及保防安全处赵代川处长。法务部法制司李文忠司长。法制司宋文宏检察官。调查局潘洪模副局长。保防处乔定栋处长。国家安全局第三处赖应成副处长。督察处李恩典副处长。政通处叶永平副处长。第五处李彦成组长。法务室刘义所，刘义所评审科技部前瞻及应用科技司陈忠前司长资讯处江美仪专门委员好。那先没有关系那现在进行提案说明请叶宜津委员提出那是姚文智吧，好不好？还是谁？那个李经理，李经理。主席，各位先进我们今天讨论国安法的修正，国家安全法的修正那我不太知道是主席没有邀请，或是我先讲一个国安法这一次的修正的主稿应该是法务部，那法务部部长为什么不在？那另外，行政院根据行政院的处规程规定，行政院也有资通安全办公室，资通安全办公室为什么没有来？那这个要整体的讨论，为什么这些单位通通没有来？今天在场唯一的政务官是内政部的次长。是内政部的次长，那这样我们要怎么讨论法案？那这个案子国家安全法也不是内政部主管啊，那为什么内政部次长只有一个政务官，那其他通通不是政务官？那你这个法律要你要负全责吗？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先请主席来裁示啦。这个保护部长或是这个资通办公室的这个主任没有来，那我们还讨论什么？我们还讨论什么？没有一个可以负责任的内政部讨论半天，等一下跟你讲说这个国家安全法不是我们主管，那我们有什么好讨论的？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不清楚了。然后这里面的修法其实内容最离谱的就是说，有关民间团体也通通纳入对象。由内政部主管，那我们等一下就问次长，等一下就问次长，民间保防这是不是另外一次的白色恐怖啊？这个你负担得起这个责任吗？所以我先请主席来处理，这个有关相关的部会首长为什么都没有到，没有到我们就不要审，谢谢。那讲完再处理了。好，讲完再处理一下。那姚文智讲。不止这样嘛。
来，主席各位先进啊，这国安法是何等严肃的课题啊！刚刚李委员这样讲，我们相关的主管的部会没有到，到底是蒙着眼睛回避责任，还是说认为这个国安法啊的草拟根本他们就不同意啊？会不会这个又跟亚投行一样的一意孤行？这另外啊，主席，这我觉得我也要跟你这个抱怨一下，大家都在内政委员会啊，这本席所提的国安法的修正案第九条之二，来第九条之二，已经从101年11月16号提出，啊，已经到现在3年多了哦，好像刚上立委就提出来了，三年多了，主席你要摆国安法，你嘛搞我来摆一下。你嘛搞我摆一下，啊！我这提了3年多，在程序委员会被挡了53次，啊！同样修第九条之二的郑丽君委员被挡了56次，啊！主席，我如果要完整来讨论国安法，不但这个主管的这个部长应该要来，啊，相关的人员应该要来，我们法案也应该要整体来讨论呢。这为什么我提的已经三年的法案，这个挡了？在程序委员会把我挡了53次，啊，为什么不愿意面对？为什么不愿意面对这个现实呢？来，大家知道我主席，你知道我提的是什么吗？你马上给我们看一下，注意一下，要排国安法，大家问一下嘛。像我在排公投法，都有问啊。委员会，委员会优先来排，优先来排，你答应啊？大委员会我就优先来排。大委员会，你国民党，你是国民党最优秀、最重要的、最领军的干部啊！你要让他在，你只要说要放行就可以放行啊！我来反映一下了哈，我来反映的哈，好不好？大家知道第九条之二是什么？第九条之二就是说，我们过去在戒严时期啊，不当的军事审判，我们让真相、让公平啊，让转型正义有机会。再透过一个特别的法庭，啊，来讨论。大家都知道那时候不管是军事审判，啊，错杀了多少人。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你们不讨论，我要这个时间让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个是当年的审判书啊！哎，那个影像处理一下好不好？让大家看清楚好不好？放大一下好不好？这红笔批的是谁？来，那个右边是谁批的？桂永清啊，当年提示的公文送到总统府，蒋介石写什么？判处死刑可也。来，下一张，下一张。军事法庭审判，然后提到总统府了。来，你看，陈范担任匪探判处，本来是应该是无期徒刑。你看，总统御笔，蒋介石御笔亲批。判处死刑可以，就枪杀，就枪毙，马场钉枪毙。来，再来，再来，你看，批烦了，公文批的不耐烦了，一个通则性的宣誓，告诉大家说，已入匪党而不事先自首，哦，那个应处极刑为要。跟军事法庭说，你们不要再啰嗦了啦，不要再啰嗦了，哦，以后就通通要照我现在讲的这样，正极国家，正极这个圣旨，判生判死，就是由我御笔，这都蒋介石还拿蜡笔，来往下，有这么多，你看这个本来军事法庭我们已经对他够质疑了，哦，啊，这个你看本来只有判处陈华一名死刑，你看里面还有几个，觉得这个还不够严的，来发配到绿岛还不够。还要再严审，来再来，再来，来，你看这个更露骨，这是蒋中正的笔迹啊。因为参加匪党，啊，参加其实所谓的匪党就是当年的左派，其实有的是左派的读书会，是当年啊，在1940年代、50年代，全世界。这个社会主义的思潮，哦，我们今天台湾社会社民党也成立了，啊，我们也接受了很多社会主义的看法，啊，
社民党的思潮参加读书会，主席我讲了，啊，这多少的生命啊，主席，你真的把别人的死生看若鸿毛吗？此人为何不枪决？这样戒严时期，在戒严时期光枪决的至少就20000笔。我们其实在场，我相信很多人家里的亲戚朋友啊，有的过去是非常台湾的精英秀逸之士，啊，像我的亲戚里面，台大数学系的学生参加读书会，不过是一个热血青年。那一样啊，一样啊，蒋介石亲批啊，亲批死刑。我们今天审查国安法，我们今天面对的是整个国家重建再造啊。我们2009年我们还此言要推动人权公约，我们告诉大家说我们现在民主开放尊重人权，但是我们有多少的冤狱想要借着过去的一个赔偿啊，就要一手遮天，就要告诉大家向前看，就要告诉大家说这个过去的恩恩怨怨一笔勾销啊，然后我们所有的正义所有的真相啊，永远沉冤不雪。有多少人还在暗夜里哭泣？为什么我们不能好好的来面对这个真相呢？主席，为什么国民党把这样的法案连讨论的机会都没有吗？因为你们怕这些真相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被清楚的认知吗？为何不枪决？所以你们枪决了我的法案。主席，如果这个法案不一起排，啊，今天我看你也免信了。这个以后啦，以后择期再审啦，哈，那也得别不是啊，以后你要从第九条开始审啦。这个我会来反映。你有主席，你同意吗？我大委员会来，我同意，我同意。大委员会来，我同意。大委员，你马上拜托嘛，主席拜托一下嘛，你。那啊，咱这是啊，你老话啦，好啊，你说一句话好哈，那我们就把它。程序化啊，主席各委员，我想我们内政委员会呢，过去都尽量朝向比较有共识的方向来做处理了哈。那么我们在过去处理私立保育法或者是海岸管理法，都是用这种方式。像今天刚才两位委员已经发言了，我们李俊彦委员关心我们这个有些相关的机关呢并没有参与。那么我的义兄义弟的这个姚文智委员啊，也提出了很多的说法啊，所以我比较建议啊，是不是今天呢，我们先协商，我们看看今天要怎么来处理，或者是不处理。但是我也建议呢，我们这个法案审查的会期啊，将近过了一半了，那我们剩下这个不到一半的这个会期啊，到底有哪些法案呢，应该要审，否则我们第八届就快要结束了。是不是我们可以休息协商一下，看看今天的法案怎么处理会比较好？我们希望有比较大的一个共识啊，谢谢。啊，请柯总召。请那个。请啊，庄委员，庄委员。哎，主席。各位三分钟了哈，朱先生。三分钟了。我们看到今天所排的这个案子啊，整个国安法的一个修订啊，天大地大，可是列席的官员里面，我看看想多多雷建博处长，啊，你想多呢哈？内政部陈次长，也笑一下，你想多不？你搞看没？这个家里呢重要，这么重大的一个法案呢、啊，我们看到今天列席的官员，第一个。层级这么低啊，这个可能对我们内政委员会跨栏起来就小细喊了。整个国家安全法的一个修订啊，这些内容里面你可以把它看一看，简直是白色恐怖的一个复辟。
到底国家安全法主管机关被圣像马伯朗讲得出来呢？但是没有主管机关，才会来了法务部，才会来了内政部。其实这是送审的一个修正条文里面呢、啊。我为什么讲说，简直是把我们内政委员会跨衰啊！从整个五条二里面的一个规定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行政院为统合跟协调办理全国保防工作，必要时得邀集相关机关跟学者专家召开全国保防工作汇报。这定义一个小型的国安会呢，搞什么鬼嘛？重新再把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一个法治国家，要把它倒退成一个变态的一个警察国家，这民间共和派那个要不要来治国？所以我想啊，今天啊，排这样的一个法案啊，不要说在我们内政委员会没有任何的一个共识啊，这个案子胆敢走出去去对我们的社会大众诉求，也用屁卵，这个法案一过，这个法案一审，对整个言论自由的一个限缩，对整个人权的一个侵害，那没完没了啊！所以啊，我咧看，今天这个在社会无任何共识以前啊，主席啊，你爱善思啊，你真的要善思啊！何况啊，这个伟大的招委今天敢派出这款呢行政院。这有机有可能以后变一个小型国安会，该派一个啥？派一个参议来的，主席。这一个看你是来足无的，你知不知？我在你这伟大的一个职位。所以啊，我们也认为说，整个案件呐、啊，能够先退回啊，应该好好去想一个啦，唔好杀来这无共识的船呐、啊。吵翻天，闹翻天，恁即摆是安怎？是规个执政的人？打刚下的失火，那所以说，为了把整个焦点又转移，又送出这么一个争议性的一个法案来，那个莫名其妙。啊，谢谢，我们请何建明委员。主席，各位委员同仁，今天审国安法哈，事实上国安法要审，大家很慎重。为了国安三法在审查的时候，第二届立委进来的时候，发生立法史上最大抗争，就是国安会组织法、国安局组织法以及国安法、国安三法。那一幕是王院长一生最痛的时候。那时候王院长是副院长代理组织宴会，陈婉珍委员用垃圾桶把王院长头照下去，然后拉起来的时候流鼻血。那台主席在上面在打架，所以今天在国安法要修正的时候，这个牵涉到国安会、国安局以及国防部，以及现在调查局乃至于法务部以及这个内政部。姑且不论说今天成绩如何了，这法当光和内容，诚如刚才钟烈雄委员所讲的没有错，这是一个白色恐怖的复辟啊。你为了把网际网路纳入国安范围内，然后你定的52，这52是一网打尽的，尤其有关于社会保障的部分，是包括民间团体，只要和国力有关系，它扩大解释到民间团体、公司行号都可以去管理，而且在行政院成立一个小国安会，全国保航工作会议，难道我们是警察国家复辟了吗？我不知道写这个法人他有没有在整体观念来看待这个事情。现在网际网络你要去控制言论，马上引起所有人的围剿，这经过文斗，国民党现在已经是已经七龙游丝的时候，今天国民党委员没有来，刚才邱委员讲的很有道理，立法院再审九个多月快要结束了，你认为委员能够审多少法案，哪一个可能会给你好好去思考一下，拿这个充分争议性的，绝对引起社会轩然大波。这个没有一个人敢让你这个法通过了。你五字二这样的写法，是真正的全世界最严苛的法案。
然后要创设另外一个小国安会。那所以本席在这里认为，这个还没有搞没有公示以前哈、啊，这个法，我认为今天要庭审了，好，大家再沟通沟通，再来看待，好不好？好。啊，谢谢哈、哦，那个法院委员呐、哦，啊，这个还没就都一直啊，就是希望能够择期再成了、啊、哈、哦。那假如大家没有异议哈、哦，我们就择期这个再成，我们散会啊。哦